今天好像维护，今天是要维护，他带来的是什么？暴力必定让人愉悦。把这个 Q 范围太大。 容易敲到，估计他会叫人。 带点燃的坏处了，这是带点燃的坏处，看到吗？你说他还怎么玩这个线？不是玩。 小丑一定会的。他的线都对不了，没有吓到他，他被拉回来肯定打一套。他想保血量对线。Shut down。 嗯，点燃狗有点烦。 果然摇人，哎，也不过还行吧，他摇人也无所谓。这个 Q E W Q E 失误了，刚才他还是亏。我们上线直接强推一波线就好，他肯定会叫打野的，他这个线他对不了，他是100%会叫打野不了，因为他带火他处理不了兵线，这是点燃的一个坏处。 小丑还帮他插针眼，乱喷。控一下 Q， 如果不崩的话，应该能拿下。嘿嘿，我有蓝拳杀。我操，他要买输出啊！这天哪，恐怖民歌。 斜角二张 Q， 其实他还能稍微活一点。
我想一牙，暗示 double 不？这下半区的打架是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二当 Q 扫到他就死，能杀吗？你们觉得？ 一段没中，中了他死，太猥琐了。卡特来了，我得走了，他又叫人。 还在，感觉还在蹲我。兄弟，你要死，他好像大也好，大好。 我要先出黑钱。他这波有点难有大，真痛！杀戮是我最后的乐趣。你们难道没发现一个问题吗？ 对线的过程，它一定是要用自然对线来完成。你只要打的稍微细一点，你是不太依赖点人来打对线的。但是，一旦你对这个东西依赖了，就没什么好处了。游戏结束。啊！小丑。 这可是真的消息！空嘛，你空嘛，不用空，开心就行。我看到他了呀！嗯？嘿嘿嘿！我不是王，我不是神，我是。 听脚步声，听脚步声。那小丑还玩小丑，就是他妈你两个人两个点，真牛逼！老板，照一下前方的路，为你照亮前方的路。我也微笑，而且一边微笑一边笑。 敢抓呀！哎，射铁哥子，有大吗？没必要，我直接给他弄死就行，三杀。这都敢抓呀！这就是传送剑魔的魅力，知道吧？直接压三级，不用玩了，不对，还没压三级，马上压三级。
你应该不会从这里走，哇！你还往这里走。Q 闪玉，来一刀被动。 潜大招这么慢，他没 CD 了，我有 CD 了。他就算套我，他也得死。我有黑切，你知道吗？I have the 传送，I have the 黑切。爆杀速度快，打铁男你直接裸黑切。我跟你讲，裸黑切他一旦这样出，他死的会特别快的。他这波有大招。 哎呀，好烦呐、啊！还有闪现，闪现加点火，哎呀，死掉了，身上3000块没花，哎，好恶心！这波被他们围剿，我的 Q 2没打到那个扇子吗？哎，把自己控住了，他大招没交了。 这纳什只要是跟着我摁的，等那个14分钟吧，传送马上好了。第一件为什么黑切？因为第一件黑切很厉害。打铁男，铁男狗能我洛伊，还有什么？铁男狗能我洛伊，还有一个什么英雄来着？ 都可以出黑切，这三个都可以。奥恩可以做可以，感觉打奥恩做可以。鳄鱼不用，鳄鱼正常星虫也行。就是你带传送，我说是带传送啊，带点燃我就不讨论了。我讨论的是带传送。 剑魔图的装备，对面应该投降了。哇！配合。 700块，挺多的。操！被野大号到了，好准的大招。 他满血 ，X
想逃。我操，雷克赛真是小丑的第一，好狠。嗯，这样吧，你妈说你是在看傻逼。有没有人打火龙？有没有人打？我去打好了。火龙加攻击力都不要吗？萨 and 萨阿姨，萨萨 and 萨阿姨，阿姨点个关注，阿姨学下建模，以后不只可以跳广场舞，还可以玩下建模。阿姨点个关注，阿姨多一个爱好啊，退休的时候可以多一份乐趣。阿姨点举炮，应该不会的。你他妈你这个哎，我来堵住他们的退路。这东西好烦，还会给自己加速，别乱放技能，乱放技能。你在这里回城有点危险。好像一波不了啊，这对面不出来。他妈的，这铁男还敢去上面推？激光炮，这里还有个铁。有没有用啊？杀 and 杀，有没有用啊？杀 and 杀，再杀给我看，还杀不杀了？我操，两刀给你剁掉，还杀你的话？哎，卡特要过来吃人了。
我直接去上吧，我操，受不了了，赶紧去上。这一波应该会很多人来抓我，我猜大概是，所以我就先不出去。别打了，我很烦啊。不要杀我的奶吗？哇操，这么疼啊，好痛啊，吸住了还行，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。